懂为什么所有的接奖单都在你那边。他，我说他们很坏啊，我觉得你猜吧。我猜吗？对，我觉得就是不要那么血腥。哎，我觉得如果是我要颁奖给你，我觉得我会哭哎。第58届金钟奖迷你剧集电视电影男主角奖得奖的是李成斌，他和他的他。将两个差异极大的角色，无论是上班族的都会男性，或是偏乡的基层警员，都表现得极其生动。都会男性对爱情的坚持守护，基层警员对案情的生猛追气，两者都有极佳的完成度。给我一点时间。谢谢金钟奖的评审们，那这是我第一次入围，然后第一次得奖，可能会说的有点长。每个人都有梦想，只是看你怎么实现它。成为一名演员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2016年的时候，我答应过一个导演，如果有一天我得奖了，我一定要第一个感谢他。谢谢你 ，Derek。感谢我生命中的贵人郑云畅先生、赵静小姐，以及他们两位的公司。感谢我心目中的最佳女主角维宁。感谢导演卓立，谢谢你在拍摄的时候包容我对于角色的任性跟坚持。感谢监制如芬姐，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感谢四方四鱼，感谢华文创，感谢八大，感谢 Netflix， 感谢他和他的每一个人，感谢陪在我身边的兄弟朋友们，谢谢你们总是对我不离不弃，感谢每一位曾经跟我共事过的人，感谢这一路走来所有曾经支持我、鼓励我、嘲笑我，甚至是辱骂过我的人，因为有你们才成就了今天的我。最后我想要感谢我的家人，阿母啊，自小汉到大汉是你牺牲了一切，这么艰苦才把我跟姐姐抚养大汉。今天我得这个奖，这个奖不应该是我的，这个奖是属于你的。我知道你真不喜欢听这句话，啊，不过今天我一定要跟你说，阿母啊，我爱你，谢谢。好了，妈妈流水席，哎，来来，妈妈流水席要办喽，吼，恭喜 Toby， 是不是？当初我们在八大那时候有说。要允诺哦，你当初说得奖要办流水席有没有？来没错，对镜头说。那个得奖就是在我们金湖可以有那个板德，如果你们要吃的话，欢迎对来参加这个板德。大家都可以去，每个人都可以去，只要你进去说李成斌得奖，然后请客的就可以进来。通关密语是李成斌得金钟奖。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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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哦，要在哪边办？是宜兰还是哪里？那个金湖口湖旁边啊，云林。哎，真的要通知哦，真的，我们真的会去。好好好，要不要补讲一下感言？直播间，反正你的女人也在路上，等一下要进来了。对，她讲好久。哎，喂，您快点哦。那个，其实没想过自己会得奖啊。对啊，然后刚刚上台的时候，其实内心很激动。我刚刚拿完奖杯到后台，我还差点跌倒，就是我的腿软，太晚发作了。对对对对，那其实很开心，因为其实这个剧本。当初我看到的时候内心非常的感动，那我希望像我们这种类型的剧可以被更多人看见，这是我觉得比我得奖更重要的事情。对，那接下来有想要挑战什么角色吗？影帝已经到手了。没有，哦，这名字好沉重。就是接下来还是会朝去挑战不同的角色为主，那我希望我每一次的诠释的角色都可以对自己跟观众一起突破这个角色。恭喜 Toby。